新洲包的肚子，我是海洋天堂的 Kieran 主厨。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很到底的欧式的餐点，然后就用这个高雄最漂亮最美丽的海边的地方，这个两个并在一起是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那个老板特色披萨，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披萨，那个边皮是我们天天自己做，然后它有很多很少出现在台湾的披萨上的很到底的软软的那个 mozzarella 的 cheese， 不是一条一条的常用的那种，然后青姜、马铃薯等等，干番茄等等之类。其实这个应该是健康素，是没有肉而已，但是它是有洋葱什么的，所以有些台湾的素食者不见得都会吃。这是我们林奶无语的冰沙跟那个甜菊水果茶冰的，就反正我们餐点东西其实是蛮多的，我们很多东西就是先做，因为也是我们要抓一些很到底的国外的菜，就是某一些是在这里比较少看见的，当然是有一些东西是先准备的，不然东西会太久了，但是蛮多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做。其实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别的不一样特别的东西，其实可以看我们的 menu 也是有一点特别的吧，就是像包子，但是里面有一大堆吃的东西可以看看。那像我们这个薯条跟一般台湾看到的薯条有点不一样，我们不是美式的，我们是比较像英国用的比较厚的，我们自己切那个马铃薯，这然后我们有好几种不同口味的，像这个是我们莱姆的，也可以蘸这些酱就会比较好吃，所以就可以试试看一种不同口味的薯条，不同风味的。这有柠檬的，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调的，但是应该可以说是因为搭配这个这些我们自己调的这些粉一起吃才会比较好吃，有那个什么匈牙利粉啊什么的一些别的料，这样才可以比较特别，就不像一般台湾就是吃加那个番茄酱什么的，然后细细的冷冻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切没有冷冻尝见过的那个马铃薯。各位新周报的读者大家好，我是高雄圆山大饭店，我是企划专员，我姓何，人可和。我是企划专员何小姐，然后先祝大家拜个晚年，然后就祝大家各位读者新春愉快，然后马上有钱。我们圆山饭店已经，我们高雄圆山饭店已经有差不多42年的历史，那这我们圆山饭店真的是古色古香的那个一个饭店。那还有就是我们圆山饭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临近那个澄清湖。那我们澄清湖就也是刚好是得天独厚啦，就是停车也方便啊，然后就是地广啊，然后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说有一些年轻人啊可以来这边办活动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些结婚喜宴，就是像尾牙春酒啦也都可以来这边办活动。我们像我们的池畔烧烤的话，我们现在办到现在的活动已经4年多了，那现在因为我们也是季节限定，就是等于说我们冬天呢就是1月份2月份就是刚好停办，那我们3月1号就是会正式开幕。那我们一些我们池畔烧烤的特色呢，就是说你要是来用餐啊，你事先定位的话，然后还可以来免费游泳，4点到6点都可以免费来游泳，然后像我们暑假也都可以来，就是带你们全家大小都来这边，就是使用我们的池畔烧烤啊，然后就是4点到6点可以提早来，然后来这边游泳。然后还有一些像像我们3月14号有一个白色情人节，那白色情人节我们在我们池畔旁边，然后晚上呢就是也是蛮浪漫的，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年轻人啊，还是说一些情侣啊，可以带来这边啊，就是享受我们的那个精致的美食烧烤，然后还可以在这边就是听听那个演唱啊，然后就是可以在这边走一走也都不错，对啊。
我们慈办烧烤的部分的话，我们白天如果你比较早一点来的话，你可以就是可能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那个澄清湖的那个周边景点啊。那如果说你是来住宿的话，住宿的话，我们每一个房间都有很大的阳台，像看我们有这边市井的房间的话，就是可以天气比较好，可以看到85大楼，然后也可以看到50层大楼，然后还有湖景的部分，当然是每个阳台就是看出去都是澄清湖的景色，然后又空气好啦，然后就是来这边就是走一走啦，逛一逛这样。